哟，继续系不止毒空气。大家睇完上一集咧，可能有啲观众咧就会发现啊，呢只 game 咧原来系有100条问题嘅。而我上一集咧根本就未玩完，未出到最后结果，所以继续去我哋嘅66题，照100题，去到100题。爆炸头嘅我，我可唔可以踎低？系我知，我过嚟坐呢度，为咗唔遮住人睇戏。爆炸头嘅我要买2张凳，咦？前排啊？我要同红色，我要同红色，死啦！我后面有敌人啊，快啲解决佢！啊？哦，我知啊，招，搞掂咗佢啦！会唔会有人射到友军？69题，认真啲，放映中。明明我系唔知睇紧乜嘢嘅，但系都要拍手掌。呢个先至系毒空气嘅精髓。咦？我估应该嗰两个男人识嘅，我喺中间，我要扮晒嘢，睇唔到。恰到好处。Yes， 哇！睇嚟经过上一集之后，我开始识得毒空气啦。Yeah， 我系识得毒空气嘅爆炸头。You mama， 一路 keep 住。我好想望下添。唔得唔得，我要删埋佢。必胜，冇错。咦？右边有块镜，有个女人望住我。嗰个系边个嚟咧？点解又？点解个屋入边系空嘅？再忍耐一下啦，食物就到噶啦。我知道我知啦。哎呀！知我知啦，哎呀，我食咗啊！对唔住啊，萤火虫嘅兄弟妹，咦，我明啦，我明啦，我要跟住佢做系咪？哎呀，企翻起身，我好似做快咗，唔紧要，74。听日要同女朋友约会，听日要嘅考试决定我一生，希望听日嘅第一场演唱会会顺利。台风啊，走啊，台风！我终于明白，成全大家。我嘅梦想系骑住白马王子嘅人嚟接我，骑住白马王子嘅人嚟接我。我去赛马场。两个都好似好囧嘅选择，定我两个都唔揀啦，死啦！勉强可以啦，系嘛 ？OK， 因为有啲毒空气咧，你可以唔选择嘅，你可以直接等，乜都唔做都系一种毒空气。你入嚟演唱会入边嘅荧光棒可能系，跟住，嚟向左。系啦，啊！谂翻起咧，睇个演唱会咧，总有啲荧光棒系掉翻转头喺度揈。变装大会呢个咩意思啊？啊？呼呼！但系佢咁样叫变装咩？喂，我纯粹想俾高啲分佢啫，即系话拍档话咩料啊？绝对唔好推我，唔好推啊！我好想推佢，我好想推佢，我好想推佢。我唔理啊！哎呀，迟咗啦！我忍住咗，我冇推嘅，我好想推佢落去。啊，唔会热嘅。我加啲咩上？啊，好热！哎呀，啊 ？What？ 我跳上嚟会发生啲咩事？都唔好明白。A 子打格仔咩嚟噶？哦 ，OK， 我要打佢只眼啊！有冇人将马赛克会打喺第二个地方？勉强可以。诶，我终于见到推佢落去嘅画面系点，原来系咁样嘅。好孩子千祈唔好模仿啊！我话第81题，我哋胜利在望啊！偶像嘅 B 子准备进行开球式。我应该唔可以打。哎呀，我打唔中啊！我打唔中啊！我打中咗啊！对唔住啊 ，B 子。我谂住打唔中噶，咩嚟噶？呢个系一个 local 嚟嘅，应该系第83题。
做咩事啊？就快到山顶啦，好紧张啊，流汗啦。哦，你女朋友？哦，我差啲拎开咗 ，sorry， 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吓死人啦！肯定如果无啦啦到山顶嘅时候，走去拉个杆，咦，有只红人喎，有只红人喎，扮瞓先。佢唔会食咗我啩？佢闻咗两嘢，闻咗两嘢。哇，好惊啊，好惊啊！如果我唔扮瞓，肯定食咗我多次。今次又点啊？哎呀，哇！我唔可以及人哋嘅，喂喂，可唔可以提醒下嗰位女仔啊？唔好擘大对髀瞓觉好唔好啊？我要睇住个货款。系。勉强可以。如果啱啱我冇瞓嘅话，只红人应该就会咁样啦，对住我一嘢搲落嚟，读空气嘅能力。咦，即系点啊？安全带啊？哎呀哎呀，我要落嚟帮佢扣扣安全带，好简单啫。我觉得只系做一样啱嘅嘢。第87题，知道答案嘅人。好明显是这个啦。那三个人你扮晒嘢举手是不是？第88题。怎样不是很明白。我明白了。我要跟着啲人一起望去左边右边。左边。望右边。望左边。望右边有 UFO 啊。望左边喂。有 UFO 我都不理啊，照望住个波。跟大腿是不是叫做。89? 咩嚟㗎？我有个肥佬喺度。欸，等我嚟啦！欸，等我嚟啦！吸我走啊！反正我一条冇人要嘅飞仔。你哋两个就可爱地生活到终生啦，幸幸福福啦。宇宙云，宇宙云话，如果回答是 yes 就举手。如果是 no 就将隻手放低。如果唔想令到地球被毁灭，就同我好好地读空气。你系咪地球人啊？我咪应该举手呢？举手。前日嘅明天系后日嘅大前天。你肯受吗？攞翻只手落嚟啊！喂喂，你见到得到？你见到啲有啲咩吗？睇唔到，睇唔到，睇唔到。你会唔会守秘密吗？我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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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。有会行嘅地方吗？冇冇，我手都放唔翻落嚟喎，你就做地球嘅守护英雄啦。吓、啊，唔通佢要爆我？唔系啩？我系勉强可以。啊！救命啊！做咩事啊？做咩望住我啊？原来嗰个系超人嚟噶，我要扮听唔到个超人。你讲咩鬼话啊？靠白痴啊！哎呀，企埋一边啦，等佢上去啦。呢题好似重复咯，好似93题就完啦。我哋议题哪个乐园今后的方向解散单飞出道？啊啊！哎，哇 ！OK， 明白，我遮住晒。94题。耶、今日有项重大嘅嘢话俾大家听，我奶奶佢突然之间过咗身啊！喂，玩嘢啫，我哋今日就要解散啦！我好想耶上嚟，都唔知点解，好难啦、啊、呢下，好惨，我好想耶，但系唔耶得。点啊？呢、這个窗口做咩事啊？省电钟，悭电钟。哦，我明白啦，开窗啊！哦，我明白啦，开窗啊！喂，大窗一滞，大窗一滞。喂，我中间 ，OK， 中间，少少凉，开得太大又会吹走佢个头。
我读得恰到好处。OK，keep 住 keep 住，我哋就完噶啦。今日绝对要坐到，坐喺度啦，系嘛？但我好想坐嗰个空位咯，好闲啊！去袭击一次星球啦！呢度有英雄嘅，呢度冇英雄嘅，我唔系应该袭击有英雄嘅地方咩？啊！好想袭击冇英雄嘅地方啊！因为如果有英雄嘅地方冇哥斯拉嘅话，咁佢就唔叫英雄噶啦。佢射我，哎呀，我死啦！好惨啊！点解我要死？第99题，哎，我想重新玩一次，跟住将所有嘢调翻转头嚟玩。我好想咁样做。我哋好耐冇见啦，你嚟咗啦，我一直好想见你哦。再握紧一点啊！呢种感觉好怀念哦。吓、啊？点点点？你仲拍灵异照片俾我过呢？我仲将嗰张相变成桌布噶，一齐去听过演唱会嗰次好开心噶。边位啊？呢个系呢种同牛约个会系咪呢？我都知道噶，唔通系我哋嘅另一半？如果能够再同你相处耐啲就好啦。真系有怪兽噶。我被压扁咗啦！我知啦，你仲记唔记得第一次见面嗰日啊？你太过优柔寡断啦，快啲将我忘记啦！我唔会将你忘记嘅，你系边位啊？但系你快啲揾个新嘅对象啦！好啦，我会噶啦，你放心啦。但系唔知点解眼泪不停咁样流下落去，唔会令到空气对唔住噶，虽然有啲软弱。总系可以关心周围嘅人，最喜欢咁样咁温柔嘅你啦。话我好温柔系咪？但系请你唔好忘记，有时候唔使督空气都 OK 噶。多谢你啊，我哋再会啦。我唔想死啊，死啊死啊，点点点。点啊？呢个嘅边位嚟啊？究竟唔通系我哋头先游戏中嘅另一半女朋友？我好惨，第100题啦！100题做啲咩呢？制作、著作、字幕 ，OK， 摆翻喺正中间。太简单，第100题咁样都糟糕，咁样都糟糕，唔系啊！好啦，睇下个评分啦，真系读空气嘅评分。究竟我读空气嘅能力系适应能力系你嘅强项，变色龙等级，但我同情心就唔系好高，我决心咧都好高嘅。原来有一个冇责任嘅男人哦，即系啱啱答嘅100题，原来真系会影响晒呢6个唔同嘅分数噶。咦，仲可以新增咗有新嘅选项喎？不读空气咩玩法啊？呢度可以自由自在咁样扮傻嘅空间，冇人会套租你。点样扮傻？发自内心尽情享受扮傻不被套租嘅梦想世界啦！呢个啱我喎、啊。咦？不读空气系故意扮傻，完全唔做说明，就一直咁样扮傻落去。如果想中断游戏嘅话，就揿加制。睇嚟我要扮傻啊！今次咦咦？喂，有新玩法喎、啊！死啦！又会唔会有100题呢？照玩住先。咩啊？咩啊？咩啊？我唔跌啊！我唔跌啊 ！So what？ 一直咁扮傻落去，终于可以解放自我啦！啊，太好啦！请问要啲乜嘢？三啤酒。我哋嗌个白饭套餐，我要白饭啦，唔该。呢一个先系我。呢、这个原来先系真正嘅自我。我后面有敌人系咩解决佢？放心啊，我嚟解决你啊，恶啊，走走啊啦！你冇得走啊，射埋你后面嗰个恶啊！
哇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，唔知点解，唔使得空气系好爽嘅件事嚟噶。耶耶耶耶耶，我中意啊！我个微波炉唔系个微波炉，点解我个便当，所以我唔让俾你，我跳翻拍舞先可以。喺个收银机前边。唔知系感觉好好放松，好轻松，好爽。我可唔可以唔做任何动作？我喺瞓觉。哎呀，好正啊！其实呢只机好好玩，你一搞笑让人感觉啊，系咩？啊，我唔识搞笑咩？啊，我觉得我好搞笑。好啦，你话唔通咗我嘅？搞错啊！哥哥，我好饿啊！哥哥会谂办法忍耐一下。赢咗就可以食烤肉。我要滑啊！我要胜利！耶！哎呀，但好似滑错咗条线添，仲衰我连滑鬼脚都唔识滑。今次调翻转，哎呀，哎呀死呀，仲食大咗添。头先啊踩爆咗，而家就食大咗，趴地趴地。唔怕，其实如果我故意，系咪有啲冻啊？知道啦。其实如果我故意将一百题都揿到相反嘅话，即系特登搞事咁样去搞串个 party。死啦佢！究竟嗰个分数会点咧？我都好想睇下。咦，我搞笑令到人哋恰到好处，我开始高翻啲分数啦。Oh yeah, oh yeah！ 我但系好爽嗰种感觉，唔知点解，即系我唔跟住嗰个规矩去做嘢咧，人系会放松啲。最后一击啦，唔系一定要掉中系嘛？我想食下啲草啊！我真系好多心心喺度。OK。哎呀，哎呀，好惊啊！哎呀，十四题，佢瞓落嚟啦，佢，哦，有佢，我哋唔做任何嘢，嗯，点啊？今次又望咩望？望住我就咁噶啦，你有冇啊？嗯，六条马一佬自己互嗌啊你！吓、啊，差强人意，切，有咩所谓？这是我的人生。如果我打到最尾个樽嘅话，就同我交往啦。嗯，好啊。喂，但系现实中系咁样喎，你冇理由现实中叫个樽自己跌噶嘛，系嘛？今日要同女朋友约会。啊、其实 我都 OK 嘅，即系我自己本能上都应该系会就另一半嘅。如果有系啦，只不过想试下特登搞串个 party， 望咩啫？企啦，男女朋友，你有你嘅另一半啊，我只系 0.5 咋，望咩望？走啊你！啊，老板应该会过嚟帮我烧嘢食，我应该觉得应该系咁。点啊，老板，你想食啊？呢个咩人嚟咧吓？如果撞佢会点咧 ？OK， 会死嘅。早晨啊！望住个头啊！咦，假发嚟噶喎？多谢多谢。哎呀，我噶。系我噶，迟咗第23题，热头啊，发痴啊，咩啊？搭电梯要点啊？要扶手，紧握扶手。为咗令你嘅手术成功，我听日比赛打一个全女打嘅。嘿，
花叉，冇意思，你个心碎唔成功啊！今日绝对要坐到。系啦，正常嘅我应该会坐呢度咯。哦，你哋好正喎、啊！哦耶，撞佢！你哋好正喎、啊！哦耶，撞佢！原来可以撞佢啊！咪咯，大庭广众，今日同女友约会，我哋食烤肉啦。我知道 B B 你哋好想食烤肉嘅，嗯，可唔可以行远少少？耶！好嘢，好嘢！就你啦，答一加等于几多？我唔识答。哎呀 ，B B 我好渴啊，帮我买罐咖啡啊，好啊。有冇钱呢？哎有啊有啊有啊！勉强可以，我系搞笑。原来除咗揿唔同嘅闸之外，仲可以直接揿啲零钱出嚟。31题，我要下个站落车，紧张。1、2、3，揿掣。点解个波系空嘅？飞我伴你飞，自己一个独自飞走，自由啦我哦。啊，望下个样，望下呢个男人嘅样。其实我对呢个男人有兴趣多啲，系。议题嗰个乐团今后嘅方向。耶、yeah! ！原来咁样啊，好正。我可以跳啊，勉强可以，输得。今日系我最推 A 子嘅最屘日。我哋都系翻屋企啦，屋企可唔可以翻屋企啊？我哋Yeah！今日冇嗨啊！大阪好正啊，就系唔俾反应你啊！今日要解散啦，耶、yeah! ！我应该瞓着咗，应该系我试下相反一下，哎呀！我哋呢个成日演唱会会见到有啲系特登系咁样嘅。行相反路线嘅人，望咩？你望只抽一笨，我照瞓喺度望住你。诶、欸，偶像 B 子嘅开球仪式，去全垒打，去全垒打 ，ready，ready， 全垒打。今日系超值嘅星期五。我翻屋企先啦，拜拜！惊人嘅气功术啊，嚟啦！会特别节目气功，哈、啊！原来系我发功，原来其实我系中间嘅主角，我系逆流而上嘅人。耶耶耶耶耶！哦哦哦哦！个波喺嗰边啊！哦，个波喺嗰边啊！哦，个波喺嗰边啊！哦哦，有个 UFO 飞咗过嚟喎。嗯，好，吸佢走啦吓，唔关我事噶啦，加油，企住先我。拜拜，嘿嘿，我活下来咧，点解都系我噶？点解都系我噶 ？OK，
你系咪地球人啊？唔系，no。唔想俾地球被毁灭嘅话，可能或者应该唔想被地球被毁灭。前日嘅听日，即系后日嘅大前天。你系咪好瘦啊？你见唔见到有啲咩啊？你有冇手秘密啊？我唔会。有冇行嘅地方啊？有啊！你就嚟做守护地球嘅英雄啦！好闲啊，我哋去袭击下地球啦！我哋去冇英雄嘅地方袭击地球。我唔想啊！我唔想啊！第49题。反射，我打赢咗超人 第50题，我都还想个哟，诶，不读空气嘅总合评分，反应能力好高啊，我。真系反应能力系我嘅强项，闹剧演员嘅等级，原来我系一个闹剧演员，我好高嘅反应能力。暂时今集就玩咗咁多先啦，估唔到呢只 game 除咗读空气之外，仲有不读空气，同埋发现即系读空气都可以主宰一个人嘅生死。即系如果你答错一个问题嘅话，就会俾啲外星人杀咗多次，有杀身之祸。但系唔知大家又会现实之中遇到啲咁嘅事情嘅时候，会点样选择呢？会好正常地读空气，定系相反解放自己？我系唔做阿崔啊！欢迎大家留言话俾我知。好啦，今集又有一个读空气嘅难题俾大家，就系、是、OK，你合格啦，你合格，你合格啦，恭喜你，你合格啦！